六月份到持续到现在。那因为这个冬奥的证明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，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些议员立场成为索取这个联署单的一个联署站。他这个公投门槛我们已经大幅降低了，所以他现在是28万，但是28万因为还要查验身份证有没有重复或不实，我们会希望能够至少要联署到35万份，这样子在审核的过程才比较不会有意外。好，这我们听到的王定宇邀请乡亲们一块来联署支持冬奥证明，还说现场议员参选人一个人负责10000份，因为其实在8月底之前就必须要凑满28万份了，现在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，要全力冲刺。